大家今天要新开一个高光，是我新买的这个 Fenty Beauty 的钻石高光，你看它盒子上也有这种小亮粉，所以今天算是一个第一印象加实测吧，我会带着它吃火锅。对，里面长这个样子，盒子上是这种塑料能反光的，然后质感很好的一个很厚实的一个盒子，然后和包括上面也有星星点点的这个样子，里面的镜子特别实用，是你外面补妆的时候能够用。我先补一个腮红。哎，我补完腮红了，倩丽这个16号色新色，然后啊 ，Hello Kitty 也有发，然后我另外也配着它买了那个特别好用的高光，我把那个视频放在那儿，它是那种软糯糯的土豆泥状的那种，然后我今天。我的脸是混油皮，但我定过妆了，但是没有办法，在这种就是室内灯光下，我的脸就是会显得有一点像上过高光，但真的没有。这个腮红也特别雾面。那我们来试一下，先用手上吧，仔细看这个就是银色银白色的一个高光，上在鼻尖，给你们鼻梁鼻尖还有这一侧给你们看一下。它是那种滑溜溜的，然后是那种纯透明的，这种透明的闪片，能看得到吗？这种透明的亮闪，哦，能看到吧？和刚才对比是不是挺明显的？哦，好亮哦，哦，好亮，真的挺亮的。我在镜子里看已经非常夸张了，我感觉肯定是不能上班用了，但是就是约会或者去夜店应该是特别好看的，尤其是在黑暗的情况下的样子，就是晚上嘛，然后路灯映进来，然后在车里还是能看得到它的闪片。等我把那个片段切在后面给你们看一下。嗯，多少克拉呢？这儿的话上一下鼻梁，看啊，现在是这种光泽，看得到吧？仔细看，仔细看，都是那种亮片。对，这个鼻梁这是挺明显的。哦，今天的眼影是 Huda Beauty New Nude 的那一盘，真的是很粉嫩。上一下眼下，用这种像是遮瑕刷一样，然后蘸它上眼下。它蛮持久的，一天下来基本上是不掉的，看得到吗？哦，看得到吧，看得到吧，这边没有，这边有。其实我眼下已经上了其他眼影盘的另外一个眼影盘的一个卧蚕色，但是一下子就被它打败了，有没有？看得到吧？就感觉眼睛会有星河感，就是会显得眼睛不灵不灵的，有吧？哦，我要用两个刷子上，一个是松散一点的，看它就是够不够日常，用松散刷子然后上一下这一侧，看它会有多密集的亮粉。来蘸啦。哦哦，好亮，看得到吗？哦，好亮好亮好亮，哇，这么松的刷子也能刷出这么亮。哦，好亮好亮，怎么样怎么样，能看得到吧？我再动一下啊，聚焦对焦对焦对焦，动一下，这边没上是这种，这边上了是这种亮度，远看是这样的。哦，看得到吗？远看这块好明显，远看就感觉只有这一块会特别特别反光，你看这边是我皮肤自己的光泽，这边就是，哇哦，那我们来用这个密集一点的刷子，看刷在眉骨啊眼球这边是什么效果。用这个刷子，它是可以当遮瑕刷，也可以当看得到吗？眼睛上这个，哦，好亮好亮，看得到吗？看得到吗？看得到吧，真的看得到吧，对吧？然后哇，它真的是很仙女的一个高光，而且我真的觉得没法替代。我买了那个 CanMake 的那个大闪亮片的那个，我觉得粘合力没有它强，
我们看上在美股上，这边没上是不是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美股，这边上了一下子就觉得是那种哦，就是有光打下来的时候就感觉整个人就是，有没有，这边是这样的，这边是这样的，这边是这样的，呜，好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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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把下巴也补一下巴也补一下，用这个刷子吧。我觉得我原先认为土豆泥质地的比较适合用手霜，但用手上，但是我发现它用刷子效果也非常好，而且用刷子可能就是更自然一些。哇，真好看，你看得到吧？嗯，然后马上要到那个春夏了，你不觉得就是它这种冷感的这种银色的会让你显得很清凉，不会是那种金光闪闪的那种很油腻，这个真的会像那种冰雪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挺好看的，尤其是在室内灯光会显得你蛮轻。我们再把它打在眼头上看一下哈。哦，我觉得也很好看，有没有显得这块就是感觉显得这边眼睛更尖一点，打在这儿的感觉，或者说显得这块这个窝更深一点，因为就是有凸有凹的那种，好看呢。我觉得就是会让整个人不灵不灵的。说实在的，真的镜头里真的就是让它的光泽已经大打折扣了，肉眼看简直就是哇哦，就是那种感觉。因为镜头嘛，本身我这个油光在灯光底下就会显得有一点反光，但是肉眼看，如果你画它去参加，去来一个烛光晚餐，然后在昏暗的灯光下最闪亮的那颗仔就是你，真的最闪亮的那个仔，全餐厅整条街最闪的仔就是你啊。嗯，超喜欢，推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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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打在锁骨上也试一下。 Sorry， 我这儿有一点过敏了，所以我刚才挠了一挠，我应该不遮了，因为我的过敏都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那我们在这个锁骨这边上一点，诶，熬一下。哇，有看得到吗？其实挺明显的，镜子里真挺明显，这块还打偏了有点，镜子里真挺明显的。镜头呢，是能看得到吧，闪亮亮的，不灵不灵的，能看到，看得到，告诉我看得到，在这儿呢，在这儿呢，闪亮亮的，看得到吧。嗯，我觉得打在这儿最好看，真的。因为我这边是卖断货了，所以我就没等到八折，如果你八折能抢到的话一定要抢，如果抢不到的话那就用积分九折买吧，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早美一个月是一个月。好，哎，对了，刚才忘了说了，这个高光是不显毛孔的，你们看上的鼻子上不显，鼻梁上我觉得不显啊，真的不显，因为我鼻子本身就是这样，就是如果显的话会更明显，尤其是这儿，你看真的不显毛孔，显得我这块还挺平滑的，尤其是这么反光的时候，有没有，真的是。那谢谢你收看我这次第一印象和开箱，希望你也被种草了，和我一起入坑吧，我觉得特别值得买。我也补了一下唇珠，也很自然吧，而且很持久。好，回头见，回头见。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因为我最近有一点缺乏动力，我最近工作就变得更忙了，然后有一点觉得顾不上这个频道了，但是我真的很希望能够把自己对这个彩妆护肤的一些热爱能够输送出去，能跟大家一起交流，所以希望能得到更多鼓励啊，然后订阅啊，就是让我能觉得我在做的一件事情不会显得很没有意义，有时候会质疑自己吧，就是这个频道存在也挺久了，但是进步不是很我觉得我自己有进步了，但是我当然是还做得不够好，还想再提升，但是希望你们能给我一点动力，给我加加油。最近有时候想到有一点点小失落，就是想到自己怎么做了这么久，然后一点都做得不好，对，就有点否定自己。我知道我的水平的确可能值得否定，但我真的希望如果
如果你是善良的小仙女，给我点鼓励吧，谢谢你，猪年快乐。然后二月份马上到了情人节快乐，然后元宵节快乐，然后祝你新的一年里能够健健康康，快乐平安。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不瞒你们说，我这个月二月嘛才十天，我买了9块高光，我买了很多 Becca 的 NARS 的，还有一些开价的，反正就是，但这块实在是太美了。